嗨，早安哦！我现在来到一个感觉很高级的大楼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挑战一个非常特别的，就是我要来学包粽子。但刚刚真的这位大哥跟我讲呢，电梯坏掉了！我的天哪！赵小乔，女人说，没事。啊，我已经累了。好像到了，还没，还没。我要进门了。嗨，孙妈妈。嗨，孙总的妈妈叫孙妈妈。要介绍我们 Ada， 漂亮的 Ada。现在是负责照顾孙妈妈。你选的是什么肉？包粽子要五花肉，奶猪肉有瓜是有瓜，没还要瓜。哦，这个瓜子还有一点点脏脏的。嗯，这也不要切太薄嘛，对不对？不要，差不多这样子来包粽子啊。有皮又有肉又有油。配的材料有长糯米。今天呢，像看到的这里面的量是12杯米杯的米，10杯水。2斤的五花肉，8分满半碗的虾米，12朵香菇，10个红葱头，还有1整颗芋头，就是水2，酱油1，糖差不多1大匙，盐8，1小匙，2汤匙的米酒去腥，然后把这个酱油水给煮开，滚呢，猪肉就下去咯。先大火，然后让它再重新滚。台式的做法里面，只要是猪肉的话，通常就是有3个必备的，就是酱油、糖跟米酒啦。不管是今天做粽子，还是平常做卤肉啦，或者是炒肉片，然后其他的，比如说你喜欢新香料，想加胡椒啊，或者你想要酸味重一点，腌的时候就放蒜头啊，那就另外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3个基本的哟。五刀，讲得很详细。那我看芋头要切多大，这样的大小。孙妈妈超厉害，我超级佩服她的。先来看他们家冰箱，哇哇，满满的，满满的。没有看到这个冰箱，哇，满满的，满满的，满满的。我们这边买东西不方便啊。不是因为这边买东西不方便，是力气好啊。下面米家东西赶。来，他有多厉害？来，大家看一下他的阳台。大家阳台种花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阳台晒蒜头啊，有没有？看光蒜头就那么多啊，他不是在卖，都自己用哦。而且你看到一个最厉害的阳台里面有一个这个，有一个哦。其实每一年呢，他都会自己酿红曲、红糟，他每次酿好呢都会拿给我。然后更厉害，他豆豉也是自己做，辣椒酱也是自己做，超强。这个已经滚了哟，给他滚，等他。红葱头把它切成细细的，会呢香菇水，还有泡虾米的水，精华都在这里。所以香料都备好了哦，要煮要怎么样煮才不会太咸？没太咸。那现在我们准备要炸了，先炸一包。干脆妈妈家的猪油也是自己炸的。一包嘛，要炸到轻轻的就是。什么？不是炸成金黄色哦？亮晶晶的，让哪看？现在是比较重，是不是？等一下炸好，我再掉。好，过程要一直翻，翻。啊，现在比较轻哦，我试一下。哎，真的轻了哎。对呀。哎，真的哎。你要怕变小，用筷子可以戳下去，但是可以再软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转到比较中的火了，然后把它盖着会比较快。更轻吗？来。哇，超级轻哎。对呀，这样就熟了。哦，而且颜色很漂亮啊，颜色还是有点黄。现在我们用一点点油先炒香菇。所以妈妈说呢，如果那个香菇里面有水，让粽子比较快坏掉，所以要先炒一下。好啊，这个香菇要炒多久？水分蒸开一下就可以了。黄味，好快耶！按一下全部都红了，也差不多了。哦，虾米下，哇，将近
点卤肉的酱油进去那个大锅里，然后五大匙的汁，肉还可以，你继续，再让它卤软一点，大匙尝味道，酱油还是不够，再兑一点酱油。那我想试一下，你觉得什么样才是好的味道？哦，要比较咸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待会拌上饭才会刚刚好。白胡椒粉少许，那五香粉差不多一大匙。米来了，下喽各位！哇，你就厉害嘞！你今年几岁？80。85岁还关得动？啊，你老嘞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哇塞！我说你可以吗？可以啊！不要这样拆，不要这样拆！啊，不能这样子哦！啊，所以要用饭匙。就把它从下往上，它要压，不能够把它剁断。对呀，不然剁到哪个骨啊？我觉得至少要卤个20-30分钟。对，大家可以拿那个筷子或汤匙戳一下那个，感觉有软就可以。软应该还可以吧？好了，那个白的哈，那个。哦，白的把它剥开。你要吃它嘛，要花一点力量。要有爱心，再来好吃。好的。哦，累了。哎呀，该你。哇，太辛苦了。啊，吸一个粽子真的不容易耶。大家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。这个已经均匀了。哦，还是 Ada 厉害，拍拍手。买回来要怎么处理？头围要卷卷，它有一块那个硬硬的哈，这样子包一块，把这个叶子会痛哈。昨天就洗干净晒在这边了。一张大一张小，一定要这样。嗯，啊，你好，这样子熟，好啊，你，是不？嗯，啊，你这样啊，你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嗯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哦。去白听，听话有一瞬间，看阿公啊，吃花跟切，就是很看呢，他看很简单啊。啊，你要吃的话要搅很久啦。哦。意思是这样子，俚语。我要准备把它封起来了，各位啊！但我觉得我的结构很松散，有没有一副就要散掉的样子？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捏住它，然后虎口把它压下来。还可以吧，不会到很丑啦，对不对 ？Ada， 对呀，漂亮，没晒哦，真的哦，耶！我的第二颗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再打一个活鸡，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你看。我年轻的时候看我妈妈在包，哎，我一次就成功了呢，我是包那个鸡掌呢，你看到，你最厉害。我总共包了6个，然后这边都是孙妈妈包的，而且我还没包完，她已经包完了。我们来数一下，3斤米可以做几个？大大小小不准啊，我的就比较小啊，她包的比较大。这边6个，1、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8、20、21、22、23。哇，总共有23个，很多哎，很多哦。嗯，3斤米可以做差不多23个。才会破掉，粽叶纹路嘛。那如果你绑的时候线也是这样过，它就很容易这样破掉。所以呢，你绑的时候要这样子逆纹绑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做的粽子真的超好吃的，而且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可以把他们都带回家哦。下次还要再来巡演。对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也可以告诉我，或者是大家想要学什么更不一样的古早味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孙妈妈，不客气，拜。
今天是古早味传承，有没有？古早味传承，没安怎讲？你赶快叫我讲台语，我讲袂出。传承就是咖喱呀，就是咖喱，就是下次再咖喱，古早味要安怎煮？